慢的，算是万丈深渊。一三一四，这里海拔1314米，所以叫标了一个一三一四，一三一四的意思。在那边是神社，乌冬等建在的大坝，这里看得很清啊。继续走，越来越悬了。这里应该是这人海拔是1314。现在看到的就是白鹤滩电站了，大坝。这是世界第二大，我们中国也是第二大水电站。继续往前走。这里海拔1314米，所以叫标了一个1314，一生一世的意思。在那边是神社，乌冬等建在的大坝，这里看得很清。这边也是惊险的嘛，想着这边就不惊险。也是惊险的院落，要到那边才能走完呢。
这些都是矿吧，反正这些都有。现在要回去，沿着这个白鹤驿道走了。打小误入啊，太壮观了，确实是。不到现场是体会不到它的壮观的，真的太壮观了。太壮观了。